今天这个鸡腿他刷到后就一直让我试试，料酒生抽黑胡椒去腥入底味，油炸粉里来一勺椒盐均匀的裹上，鸡腿先炸着，我们来做一杯喝的。鸡蛋打散，冲入开水，再加入牛奶、枸杞。除了鸡腿本身，酱汁也很重要，配方和配比我都放在屏幕上咯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搅拌均匀之后再下鸡腿，让鸡腿的每一个地方都裹满酱汁，浓郁的酱香还有脆皮，咬下去居然还会爆出汁水来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